尽在运通。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那当然啊，我在上个礼拜啊一直跟大家提醒啊，这个航运类股是主流哈。那果然啊，上个礼拜啊，光光一天呐，这个航运类股啊大涨了6%。那今天的话，又是航运类股啊又大涨了3%哈。这礼拜就是说上个礼拜五，包含今天礼拜一，两天的话就上涨了10%哈。那你在看节目，你买到航运类股哦，老师也恭喜你了哈。那如果说你真的是有动作的哈，你的想法是跟严老师一样的哈，那至少哦，在520行情之前呢，百股票都没起啊，别的股票真的都没有涨哦，只有航运类股一枝独秀哦。你至少你看老师的节目啊，你得到一个启示哦，就说行情虽然大。上涨的股票有时候就是非常集中，你有会呢你有赚会到，你不会呢你知道吗，你就在旁边看齁。那行业内股涨那么多了，我的看法是什么？还早得很齁。我一样回到上个礼拜我跟你讲的齁，还没有开始。老师真的假的？假的，两天大涨18%还没有开始，老师到底什么时候才开始？等到每一个分析师都开始这边聊航运股，说他是航海王、海贼，对不对？鲁夫大概每个老师都开始讲那这个航运类股的话，才会正式的开始我先讲，航运类股不是涨那个一个月、两个月的，也不是涨那个三个月、六个月的。这次的航运类股很恐怖啊！我大概我待会解释给大家听啊！我在上个礼拜的行情我就跟你讲这个日本股神他现在眼睛看到这边，你的眼睛也要看到这边，就是买。你要买什么？买航运嘛。你买其他股票你赚不到钱啊。今天那个加权指数你说成交量大概只有4000多亿啊，对不对？照理说4000多亿不可能创新高嘛。这个眼睁睁的事实啊，今天还跳空啊，再创波段新高。我为什么一直跟你讲说这个大盘加权指数到这个地方叫主升段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我们股票操作一定有形态嘛，这个叫左肩嘛，左肩创新高嘛。如果说这边就是高点的话，那它应该会走圆形顶嘛，对不对？对不对？不然就是走所谓尖头反转嘛。那这个地方很简单啊，它从16000点一度大涨上来到20000点，它这个地方左肩要先做出来，拉回修正，那现在就走所谓的主升段嘛。那主升段的话，三个族群啊，第一个族群还是电子啊，今天电子股是量缩的，量缩创新高，金融类股有没有步步高，阶梯性的上涨？这个是严老师的股票，火力全部集中，你不管是哪一级会员手中一定有一支我们手中的航运类股。我那讲的应该没有错吧？我都是事先讲，我不会跟你用马后炮的。老师你航运类股还要做到什么时候？我就跟你讲说这边还没有开始，这个礼拜还会震荡，还会拉回，你要上车的你赶快来找我，你不要去找别人，知道吧？别人都是涨上去才跟你说啦，而且没有证据啊。你看节目看那么久的，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相信你心里面应该有数啦。这张推背图也告诉你嘛，有没有？我每天告诉你，现在在多方，未来还会再大涨。今天有没有再创波段新高？好，今天再创波段新高，未来还有这边站上21000点以后，还有这边。你慢慢验证这是严老师推背图啊。你看节目你只要看这个推背图，老师怎么推你就跟着怎么走跟着对就可以了啦。那我们今天讲的都是航运类股如果说你不操作航运类股，你赶快转台啊，好不好？赶快转台啊这是第一档，对不对？
航运类股首发的哈。今天的惠阳再创波段新高，啊，我说你电话拨通带回家就可以了，啊，还没有涨完，还没有涨完，怎么判断？啊，专业的老师来帮你判断。我这天没有卖哦，我觉得未来还有更多，要赚钱就是赚更多，不是赚这三只，不是赚这两只，啊，赚一只。趋势没有改变，你就是持股续报。四级会员都有了哈，来自己看一下啦。普通会员、特别会员、尊荣会员、清代会员，每一级会员都有，啊，只有特别会员啊，只有这个单股会员没有了哈。啊，单股会员是另外一支啊，我等一下我会拿出来讲了哈。来，目前为止应该都是大获全胜了哈。啊，你太有够多啊，你想要买你就尽量买啦，好不好？这第一支啊，啊，惠阳 KY 送给你的哈。来，第二支叫自信呐，啊，自信创新高，你应该赚得到钱嘛，对不对？啊，啊，老师，你有没有找那个航运类股里面最标的？人家都在说那个阳明哎，人家都在说万海哎。严老师不是用嘴巴讲哦，我先讲哦，我是用行动来做。我相信你看老师的节目哦，阳明你最少看一个礼拜了，股价现在快倍数翻了，对不对？对啦哈。万海的部分，你从上个礼拜四亮灯涨停板，到上个礼拜五亮灯涨停板，到今天连续三天三根涨停板，我有没有讲错？没有讲错嘛，对不对？会员有没有做到？100%有做到，我拿证据给你看，是哪一级会员什么时候买的，我都会拿出我确实的证据哈。我今天的股票里面有三档航运类股涨停板，啊，一档、两档、三档。你现在看节目，你就认真看，办好轻商啊，这三支起点不是你的，是我们会员的，知道意思好不好？是我们会员的，看节目的啊，千万不要跟单哈。我相信我这个节目啊，一个礼拜我最少讲了五次啦，本节目仅供参考哈，你千万不要跟单嘛，你跟单要干什么啦？啊，跟着就赚得到钱吗？不见得哦，不见得哦。我如果说我这个股票我可以赚一倍哦，也不见得赚得到一倍哦。好，我今天跟你验证好了，好不好？来，阳明今天再度亮灯涨停板。你如果说看老师的节目，今天是第一天看到阳明的话，严老师下台一鞠躬。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错吧？这讲多久了？万海今天亮灯涨停板，严老师的普通会员。三天三根涨停板，啊，应该没有错吧？三缸有三支啦，不会少你一支啦。啊，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简讯好不好？来看这边，今天礼拜一对不对？来，阳明两级会员哦，尊荣跟清代，今天在早上9:03就亮灯涨停板了。这档股票是我们四号标股，四号标股啊，亮灯涨停板啊，记得哈，老师跟你讲的，我有两笔单，两笔单哦，现在没有卖出任何一笔单哦，不会跟你讲说啊什么卖一笔单留一笔单啊，卖什么二分之一、三分之一，严老师不来这一套的，那个叫做假的嘛。你既然这么看好，你干嘛要卖嘛？你不需要卖嘛？严老师一笔单都没有卖哦。到今天为止一笔单都没有卖，来，大大波段操作啊，大大波段操作啊，今天礼拜一啊，大家非常happy啦。9:03来，9:03有没有一样啊、哦、这个叫证明啊，啊，证明啊，9:03亮灯涨停板，我们9:03就扣出去了嘛，完全验证啊，你能够赚多少你尽量赚，我们要赚的不是那个 10%， 也不是那个 20% 哦。阳明这档股票赚多少了，我相信我的会员很清楚，我的会员非常清楚啊。资料有没有送给你？5月8号送给你的母亲节的大礼，有没有？有吧啊，来加，我说营收成长嘛 ,20%是不是跟写的很清楚？底下好不好？营收成长20%，下半年会更好。没有跟你乱写吧？
发动点在这边，重压，是不是？啊，老师，这个会涨到什么时候？你慢慢看啊。每次叫你底部去重压，你就说老师让我考虑一下。这会喷到外太空啊，喷啊，外太空，哎，会被喷到外太空？我给你打个问号啊，会不会？你认为会不会？这边买，这边卖掉，就算今天卖掉，我跟你讲也赚到翻掉了。但是我跟你讲，还是不要卖。你好不容易买到一档标股，对不对？从一根涨停板啊，到创新高，这边就有人在笑严老师，老师这个地方好像不会涨。我谁跟你讲不会涨啊？我谁跟你讲不会涨啊？有哪个老师有拿证据给你看的哦？那你赶快去跟他。那严老师在节目里面，我一定都是拿我的证据给我的会员看。来，4月26号，来看仔细哦。简讯虚伪造假，下台一鞠躬。5月9号，5月9号，看到了哈。5月10号，两笔单。母亲节前夕，老师祝你母亲节快乐。母亲节过了之后，今天再亮灯涨停板，有没有？有的哈。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档股票亮灯涨停板啊。第二档股票是哪一档？来，这一档啊。普通会员在操作的，那我有没有让我们运通财经台的观众哈雨露均沾啊，赚钱嘛，大家一起来嘛，这个不是喊口号哦，也要是希望你来赚哦。来，五月最强五号标股有没有机会倍数翻？你资料拿到了对不对？慢慢验证，今天有没有亮灯涨停板？有哈，有哈，我打开给你看。来，万海。如果说你拿到的不是万海，老师下台啦，落台啦，好不好？礼拜五送给你的，今天就直接亮灯涨停板，是不是？老师，你有没有做？今天5月13号，早上9:04，我们的五号标股，五号，有无？它是连续亮灯哦，亮了几次？亮了3次啊。你从上个礼拜四、礼拜五到今天礼拜一，连续3天3根涨停板，啊，老师要不要卖？不用卖，我讲得很清楚吧？9:04亮灯涨停板的简讯，来看一下，老师9:03帮你抠下来的，哇，有哈，一天一只，2天2只，最标准的3天就3只。完全没有浪杠，完完全全没有浪杠，持股续报。我在上个礼拜我就跟你讲过了，跟你讲什么？我说这个万海啊，营收的部分啊开始增加了。你今天又听到看到消息对不对？啊，你看到这个啦，来导播拉近哈，现在货柜海运开始抢仓啦。现在啊，按照每一天报价，每一天报价都不一样哦。如果说你的合约是长的哦，现在要改签哦，可能是短的，对不对？啊，每天报价，长约改短的约嘛。啊，最重要是这个高价仓。老师，什么叫高价仓？啊，价位比较高的啦，他已经位置定到下一季啊，下一季在什么地方？7月、8月、9月啊，你有看到他的订单呐？哈，啊，这么强的没有？没有吧？高价仓位已经订到下一季呀，下一季呀，等于说你现在看到5月跟6月都满啦，满啦，知道不？如果说你未来看到美东码头他的劳资谈判是破裂的，我跟你讲，这个问题会更严重，更严重。但是如果说这个谈判是OK 的，对不对？它一样涨，一样涨。现在出来的数据，对不对？货柜三雄上半年存益啊，大概预估在这边啊，这个啊很恐怖啊。恐怖的不是说啊这个什么报价啦、长约跟短约啦，
有没有在里面做，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啊。严老师全力看好货柜，全力看好海运啊，你要赚钱的你就跟上我啦，是不是？我不是说今天涨停板才拿出来跟你讲啦，5月9号我们就买了，5月10号连续亮灯涨停板哦，持股续报哦，9号的简讯，10号的简讯啊，今天一样亮灯涨停板吧，给你看过了嘛，对不对啊？万海对不对？底部重压喷到外太空啊，喷到外太空啊，慢慢来验证，对不对？好，那老师不会说只有什么万海、阳明啊，我觉得那太 low 了啊，我还有更好的，你相不相信？啊，我今天再修一档股票，涨停板哦，你要看仔细哦，哈，你不要说老师丁东不跟他讲哦，有哦，来，这是上礼拜五告诉你的哈，底部喷的，你要不要布局？你有跟上脚步的，你应该都很清楚哈，这档股票，台华投控，台华投控今天一样亮灯涨停板，对不对？一样啦，亮灯涨停板啦，一天就一只啊，两天就两只啊，我让你看简讯好不好？简讯你加啦，恭喜狂贺啦，台华投控啊，亮灯涨停板啦，刚刚突破还会飙啊，持股续报啊，有吧？这个叫真正的航运股啊，我做航运股，我跟你讲，我是专家当中的专家啊，我一旦咬住了航运股，我跟你讲，我一张都不会卖，记得哈，严老师说一张都不卖。还有没有更标的？这个啦，啊，中贵底喷第一支，啊，今天第二支啦，啊，未来会不会有十支啊？我给你打问号，啊，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个好像就是一支而已啦，啊，最多再一支啦，可能对不对？第三支都过不了，要不要打赌一下？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你现在要买的就是主流股啊，好不好？但是航运类股的话，最近涨多了，短线上面可能会拉回修正，对不对？但是以长线的格局来看的话，我认为啊，未来还是会大涨，啊，我认为未来还是会大涨，所以说我们一张都不会卖，我们操作的都是强势股，啊，比如说像这个佳能，对不对？我说它筹码面很稳定嘛，对不对？你当时在潜伏底，啊，你就要去注意它。在这个底部去开始啊，带量上攻的时候，你就要去重压嘛。这5月7号的是吧？啊，我说1、2、3、4、5、6会不会到10只啊？没有啦，今天第7只而已啦，还差3只啊，啊，是不是？啊，老师啊，6只就很恐怖了呢，你还说到10只啊？今天是不是又多了一只啊？多了一只啊？所以说你们的想法真的是很奇怪。你就认为这股票涨多了就不会涨，我不认为是这样子哦，懂意思吧？我这样讲你懂意思吧？哈，那严老师今天呢，特别应这个观众的要求啊，因为投资人说啊，老师啊，你的航运类股涨太快了哈，那我能不能来共襄盛举一下？当然可以哈，但是我今天要送的这份资料哈，我先讲哈，你有来打电话进来的人，今天哦，只有限今天。你有打电话进来的就有算，你一定拿得到。但是如果说你电话都不拨，那你就视同怎么样，自动放弃啊？会不会比这个佳能更强？会，我认为会。会不会比万海更强？啊，三天就三只，是不是？我认为也会啊，是不是？万海没有什么啦，对不对？啊，喷到外太空而已啦。阳明也没什么嘛，对不对？它继续涨嘛。继续涨嘛，今天的话啊，亮灯涨停板而已啦，没有什么啦。对，真正会大涨的，就是我今天要送给你的这一档股票66大顺。来，这一档股票才是王中王，这一档股票拉回，赶快买，赶快买，一定要重压哈。业绩现在开始爆冲，今年下半年会更好。
大户最喜欢它，可以翻倍的股票，今天开放给你，电话拨通，先拿到，先拿到很重要。明天我们的助理会带你进场哈，今天你电话拨通一定有哦。如果说你电话没有拨通，我跟你讲一定没有。所以说你今天要把握哈，我只开放一次，这一次的机会先让你大赚。这一档股票六六大顺会翻倍，电话赶快拨，打电话进广告。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哦，很慢的。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这一波的一个主流哈，电子、金融跟什么？跟航运啊。那严老师的话重压航运啊，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哦。那明天过后的话有拉回啊，你就听老师的啊，拉回严老师带你买，你自己不要乱买啊，因为航运类股里面也有分主流的跟非主流的，你自己去买，你可能对不对？就赚个10万块，严老师带你去买。有机会上看100万，哦，这个中间的差别其实就是很大啊。那上个礼拜五的阳城亮灯涨停板，老师有拿简讯给你看，对不对？好，那今天的话就卖掉就可以了，哦，今天就卖掉了嘛，对不对？我们就换股操作了，哦，因为这个涨太慢了，涨太慢了，啊，尼德哥操作，啊，今天拉回，对不对？啊，拉回啊，拉回怎么办？多头走势有没有改变？啊，我的会员应该很清楚了哈。好，耀华，来，今天再创波段新高。我的箭头还是给你往上画，未来还会不会涨？我们拭目以待哦。啊，我5月8号也是跟你讲拭目以待哦。看到了哈，有没有看到？就像我当时跟你讲所罗门一样嘛，你底部没有重压，涨上去了，啊，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啊，哈。严老师全力看好航运类股，啊，你要记得，要做航运类股来找我就对了啊。来，这个点足够这支哈，7支啦，有啊都到10支不？我们拭目以待。4号大理，阳明海运，母亲节在大理，啊，连续亮灯涨停板，包含今天呐，有没有亮灯呐？简讯都给你看，2笔单。都没卖，啊，这个叫阳明，对不对？未来会不会喷到外太空？5号标股来，万海，
万海，今天简讯给你看，普通会员哦，三天就是三根涨停板，绝对不闹高，绝对不闹高啊，直接喷到外太空。好，阳明是小菜，万海也是小菜，真正的大菜在这边啊。大户最喜欢做的这档股票，你说会翻倍，我认为会翻两倍。好，这一档股票六号六六大顺，今天就直接开放给你，电话拨进来就拿得到，电话不拨视同自动放弃。好，集中火力，立即布局很重要。今年想要大赚的，这支就好啊！现在开放打电话，赶快来拿，我们明天见。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等动不动都在竞争，动不动就爱水蛮牛。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速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